林顿嘅太太周子慧同佢嘅一对仔女喺今朝早发出讣文。林顿喺1950年出生于灰省嘅一个政治世家，喺1971年加入新民主党之后，佢嘅一生都为该党打拼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原本身为一名政治学教授嘅林顿加入多士市议员嘅选举，正式开始咗佢嘅政治生涯。而林顿嘅第一次婚姻亦都随住佢投身政界而结束。喺1988年，林顿同佢第二任妻子周志伟结婚，两人唔单止系生活上嘅伴侣，更加成为工作上嘅默契伙伴。虽然林顿喺1991和1993年两次冲击市长补助失败，并喺1997年落选国会议员，但系并未阻碍林顿喺政治道路上不断进取嘅脚步。2003年，佢当选新民主党党魁，并喺2004年成功当选多士丹佛选区嘅国会议员。而喺之后嘅2006年、2008年同埋2011年嘅联邦大选中，成功喺呢个选区获得连任。林顿喺2010年初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。喺几个星期之前，林顿啱啱宣布，由于佢体内发现新嘅癌症，所以要暂时放下工作，专心治疗，并计划喺9月份重返党魁嘅工作岗位。而在今年5月份的大选里面，林顿就带领新民主党一举夺得国会近半数的议席，成为国会最大反对党。他不单止为该党创造历史，亦都在本国掀起了一阵橙色风暴。林顿为人真诚，富有亲和力，而且充满活力，在政治上见解独到，高瞻远瞩。他的个人魅力是众多选民支持新民主党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林顿的突然离世令他的同僚和支持者无不感到惋惜和心痛。